你也说话。你是怎么了？第几次？你说你是最后一次原谅他，告诉我这样的他，你真的真的还要吗？你爱他吗？你恨他？不愿意等，可是你有了未来是这些吗？你爱他吗？你在哭吗？你为他掉泪，你为他着想，你以为我会真的是一种梦的爱，是什么？